这是北京跟天津交界的一个小镇啊，山区的小镇。这路啊，绿化带呀，也是新修的。这边这个住宅小区，目测是已经烂尾了。咱们过去看看去。这个位置呀，离天安门的车程是91公里，走高速的话大概是1个半小时，91公里。前边呢就是高速公路，这个往东啊就是以前叫海的水库，现在呢叫金海湖。金海湖是90年亚运会水上项目的主办地。这一片已经盖成了，前两年啊，有一个叫什么休闲大会，世界休闲大会，在这边盖的。这一片都是近几年盖成的。对面呢，我看这个建筑工地呀，也是都给挡上了，也是都停工了。这个山的那边就是天津市的蓟县。再往北一点呢，就是河北省的兴隆县，属于承德市管辖的。这个小区，这宣传什么"三山环抱，层峦叠翠，森林覆盖率高达95%"，这不可能啊！这都是光秃秃的，涉嫌虚假宣传啊！创建文明城市，共筑首善北京，天然的氧吧。看看人怎么宣传呢？叫荣获北京首个国家森林城市，世界上最大的桃花海，北京市的第一缕阳光升起的地方，国家级生态旅游示范区啊，这都是宣传语。人家说了啊，我们公司随时啊可能修改宣传内容，且不另行通知，敬请留意最新信息。本项目推广案名喜瑞金海，报批的名称是陶岸家园，预售许可证经房预售自2019-187号，开发商是这个公司。制作的时间是2023年3月，那已经一年了，一年，马上一年了。咱看看里边，这几天的白天最高温度都在5、6度啊，但是呢，这个场地里边还有积雪。看样子都没动工啊，而且那边的是。那边的楼也都空着的，目测是烂尾了。其实呀，这一片规划的挺好的，这路面呀、小区呀、挨着山呀，离那个金海湖又特别的近啊，离高速公路也不远呀。从市区到这儿很方便，但是呢，就是疫情这3年啊，给耽误了。这是建好的小区，这个叫北京龙湖临湖现墅，总价380万起，叫荷塘瑞筑。那小区叫什么什么住的，一般都是别墅或者相对高档的住宅。380万起，在这儿买一套房子。我个人觉得太贵了吧。你要说度假，周末过来度个假什么的，你住旁边的星级酒店就可以了。你单独买个房子在这住的话，还是不是特别的方便。这个远处的某个山啊，远处的某个山就是盘山。盘山是北京的平谷县跟天津的蓟县交界处那么一个山。就是乾隆下江南的那个山啊，盘山，不知道是哪个，
应该就是那一片的山，我怀疑就是这座最高的山峰啊，就是盘山。这个总包叫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承建金海湖镇 PG-06-这个号等地块 R2 类居住用地、B1 商业用地、A33 基础教育用地项目。哎呦，这个就是，也就是说，你的住宅呀、商业呀、这个学校啊，是一体的，这规划的还挺好啊。但是呢，里边已经里边是空的啊，这也是大门紧锁，进不去。河北建设。咱们往前走，看看车站后边那排，看样子应该是别墅，主体已经建好了。这个，看看，咱过去看看什么情况。总价380万，305平的湖境叠院，也就是叠层别墅吧。这边是350平的七水河院，也就是有个小水池，有个小湖之类的。按照他这个总价380万起的话，那也就是1万多一平呗。1万多一平，在北京跟天津交界的地儿买一套小别墅，还是贵了。广告牌上还写着“金海湖红叶节”，这个到了秋天啊，过来看红叶应该是挺好的。这叫首都桃花源，世界休闲谷。这路起的也比较霸气啊，东老虎山西路，北、南，哎，这个南北的路标啊，一般都是蓝牌子的。东西的路标一般是叫什么什么街，哎，如果在城区的话就叫什么什么街。但是呢，在这儿呢也叫什么什么路，因为这条路是比较长的，应该是我个人觉得啊，这个就是一个汽车站，汽车站的这边呢，看看这个建筑，这个建筑是别墅啊还是公共建筑呢？应该是公共建筑，也是烂尾了，看看。有没有安全感？安全感是带引号的，遍地都是这个，遍地都是监控啊。所以说，你要丢个孩子啊，走失个儿童啊，按照这个常理来说的话，是很快能找着的。但是呢，是吧？常理跟现实它是两码事儿嘛。好的，这个就叫金海湖大街17号院。17号院，这应该是走公交车的，这灯还闪着呢，应该是还可以正常打开的。但是呢，里边一辆车都没有，里边是空空如也。这个二层这个钢筋，哎，还在跟这儿立着呢，就明显已经是烂尾了。这个是什么楼呢？这个应该是车站的办公楼吗？还是商业楼啊？看不出来啊，远处看还以为是个别墅呢。这个建好的小区对面也是围栏围起来的，也是这个荷塘瑞筑，应该是2期或者几期吧。但是呢，目前也都是停工的状态，现在已经过了正月15了。今天是20几号了。这边呢，这个售楼处几个大字儿，赫然在目。这也是让围栏给挡着呢。看里边已经是杂草丛生啊，
基本上都属于，这个还好，都装修了，玻璃也都装上了，但里边呢，已经是一直处于无人的状态。哦，这里边修的跟那个小花园似的，看看这些灯啊，这是灯杆啊，弄得还挺好。种的这些景观树、松树、材料这些还挺有创意的，但是呢，已经掉了，这已经就是类似于年久失修了。看看，都掉了。种的这些花花草草啊，这个管道也都裸露出来了。前面还有一个小桥，小桥流水，这边是条河。就这一栋，哎，撞上玻璃了，应该是达到交付的标准了，就差室内装修了。后边呢，已经完全停了。这个设计的还是不错这些草我估计好几年都没修了，都长这么高了。这个要是有人打理的话，青草，哎，这是那种一到春天，这是什么树啊？这一到春天开个什么白花啊、黄花啊之类的，应该挺好的。这是枫叶吗？枫叶一到秋天就是红叶变红了，多好看呀！这应该是迎春花树吧？我不知道啊，我瞎猜的。整片整片的，这栋楼。这个脚手架还在上面放着呢。这边也都停了。这个小桥修的还挺好。看看这花纹弄的还挺考究的，还挺好的。这雕的雕工也不错呀，这雕工挺好的，是不是？就是没有水啊。看看，这远处看着这个有这个铁皮围挡，估计也都圈起来了，也都规划，哎，盖上这种小区呀什么的，盖上房子，但是呢，已经是完全的停工了。这一整片呀，都停工了。这个远处呢，就叫什么北京金海湖会展中心，就是前几年举办的中国休闲大会的叫主场馆吧。这个主场馆的后边呢，也是成片成片的这些烂尾的楼，触目惊心啊！我看看能不能爬到上面去啊？能不能钻进去？看看找个洞，看看能不能钻进去。关注我，下期带您翻越围栏，爬入烂尾别墅，俯瞰整个烂尾区域。